大家好，我是 Lolo 啊。咁啊，今日129级啦，咁就终于出咗第二粒嘅冰拍。咁啊，今集就会讲下呢个第二粒嘅冰拍，我哋洗熟嘅时候要大约洗啲乜嘢嘅属性啦。咁19嗰时咧，其实已经介绍咗个基础嗰个冰拍嘅玩法嘅。咁如果大家未清楚嘅，可以睇翻而家右上角。有个 link 嘅，可以入去睇翻嗰条影片，了解咗呢一个嘅冰拍嘅玩法先。好啦，事不宜迟啦，咁我哋就讲下今日嘅第二粒嘅冰拍129级有啲咩嘅注意，咁啊，同埋记录一下一阵我洗熟嘅时候啦。咁啊，其实今次呢个要注意就系咧，第二粒嘅冰拍咧系洗唔到攻击噶啦。咁啊，只会使到而家呢个防御血、命中爆击、破防、闪避、抗爆同埋呢一个嘅格挡属嘅啫。咁同埋而家今次我哋就要用到两粒嘅乾坤珠，就需要100元宝啦。咁除咗系用元宝买之外咧，咁啊势力商店都可以，但系我唔会建议大家去势力商店买嘅，因为大家都知而家出咗奇经之后咧。就盡量都是勢力幣這個貝殼全部換了這個的轉奇經的一個道具，乾坤珠就不是太建議在這裡換，那就需要慢慢用元寶去洗出來了。那我們逐個簡單的介紹先啦。那輸出職業呢，就盡量洗到兩條爆擊、兩條破防和一條血，或者是兩條爆擊、一破防、兩條血都可以嘅。咁如果係保屍嘅，咁就兩條爆擊啦，兩條血啦，同埋一嘅防御啦。咁因為爆擊對呢個保屍都係會觸發到佢個補血量可以爆擊到，咁所以爆擊對保屍都有用嘅。咁如果係少林嘅，咁就兩條血、兩條防。同埋一個破防啦，咁就因為爆擊對少林嚟講，如果你係做坦嘅，都嗰個作用都冇咁大，咁啊，所以就會可能我會揀咗一個破防啊俾佢啦。咁好啦，事不宜遲，接下來就係呢條影片記錄下今日我去洗呢一個熟嘅時候洗得好唔好嘅啫。咁我就希望可以洗到兩爆擊、兩破防同埋一條血啦。咁啊，暫時呢個格擋冇用嘅，我先試下洗走個格擋佢先。我哋買住8粒玩先咯。好，希望一洗入雲啦。嘿，命中，咁冇用啊！繼續，咁都係換咗先嘅格擋，冇對我嚟講冇乜太大作用。但系闪避都冇用，又格挡，哇，好难洗喎，哇，唔系咁容易啊，继续啦，我哋，出嚟啦！诶，抗暴都要咗先啦，冇办法。睇下先，哇！我要洗好多条喎，呢格好似出咗事哦。我试下洗下呢格先。有房，爆击，第一条爆击，咁啊，而家两条爆击啦。咁希望可以洗走埋嘅 combo 對我都有用嘅，咁希望可以呢個洗到個破防或者多條血啦，出啦，有 combo， 唔好啦，好貴啊，冇曬啦。跟住我哋又要买呢个玉去升，得咗，得咗，
又防。我要抗保个要防。又抗保，喂呢条呢条属系衰咗喎，使多下唔得就算啦。哎破防，哎搞掂啦。咁啊，好彩都叫搞都做到，咁啊用咗几多下就唔知啦，你哋自己去帮我计数啦。咁啊，暂时我两破防两爆击一血，咁我会用噶啦。咁啊之后继续去升上去啦。原本我已经升到六阶的了，咁啊而家就全力升了呢一粒先。OK， 咁啊今日条影片去到呢度先，简单的做一个记录同埋一个介绍第二粒的玩法。咁我系呢、這个君临天下的 low low 啊。咁啊仲未订阅我的帮忙揿个订阅、分享、赞啦。希望你喜欢呢条片啦，多谢大家收睇，拜拜。